嗡哦，如果嗡得好，那像蜜蜂，人见人爱了；嗡得不好，乱叮市民，那就像蚊子，人见人厌。我们不客气的，我们只好拿出电蚊拍。所以，柯市长，不要再乱嗡了。韩总经理，嘿，20年过去了。对，你还是流氓风格，死性不改的，大骂这种江湖口吻，什么《男人世界》里面小瘪三，用这种近乎流氓的口吻来羞辱可以监督他的国会议员，这算什么？我请问柯市长啊，现在我们台北市是流氓当家、黑道治国吗？对于他这种行径，你要怎么处置？我请问你。他是你的属下，北农公司的总经理，你要怎么处置？议员不要激动，我自首。是，如果真的流氓的话，送一清专案，这不需要市长答复。还没你讲话的份啊！不需要市长答复，这是常识问题。那韩总经理，你要不要道歉？跟谁道歉？跟市民，跟段委员，跟蔡英文。为什么要道歉？请说，议员说清楚一点。你这样说我听不懂，完全听不懂。你讲话不知道是文法不对还是语音不对、那个？不要太激动，不要太激动，不要太激动，讲清楚。韩国瑜，你是吼、哦、假北农以令天下了，你把北农特定的利益给特定的家族，给谁？你聘一些特定的蔡虫当顾问，年薪百万。然后让他们这群人帮你吆喝呐喊助威，你这是假北农自作，假北农以令天下。柯市长，这样的人你还用吗？议员，我只是个卖菜卖水果的 ，OK？ 你卖菜卖水果，我们只是一个蔬菜水果交易平台，你卖到剥削台北市民呢？ Okay? 不要把我讲的好像。柯市长，你针对我的问题。柯市长，你要求营运绩效，韩国瑜在通篇辱骂段宜康的记者会里面说他绩效很好，哎，他的绩效什么？一年赚个4000万，哎，许长仁跟你的关系吼，他从选举帮你，我举个例啦，你如果现在叫许长仁去跳楼，他一定直接回答你从几楼。太假了，结果你要他做的，然后韩国瑜张龙会反弹啊，你踢到铁棒啊。柯市长，要改革就不用怕二势力，你懂吗？做龙华你给我行小台。韩国瑜，我就是问，那我直接去问你啊，像你旁边站的这个市长、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男人世界里面的苏拉？没有担当。昨天晚上不是有超级大月亮，王议员看了没有？68年来最大的月亮。你看了没有，议员？秃子跟着月亮走，你听过没有？谁是秃子，谁是月亮？你看一下。这个，你要用你自己的头秃来做比喻哦。那我没话说了，不过我今天不是跟你谈风花雪月的。我也不想谈风花雪月。你认为，你认为你那样流氓的行径，你要不要道歉？你一直说流氓长，流氓短，我像流氓吗？你看那个影片。那个影片就流氓吗？就是流氓。我只是在段宜康委员在正常人在脸书上说我是贪，用江湖口吻骂人家小瘪三吗？说我是贪污，我不得不反击耶，议员。我3年半没有开过记者招待会耶，这是第一场哎，议员。你们3年半，如果我一天到晚开，没话，我4年没有开过记者招待会，第一次哎。你们3年半果菜市场静静的搞黑市，搞菜虫。王源是有智慧的人，应该看得清楚。我看得很清楚啊，筷子手我刚刚就讲啊，我可不可以讲点话？聘任。你聘任这些特定的人当顾问，
年薪百万。我聘谁当顾问？我聘谁哪一个蔡崇当顾问？那我引用哪一个黑道当顾问？你口口声声不是议员，我可不可以回答一点？你自己心里有数。如果你叫我来挨骂，那我不需要备询了。我来这里备询被你一路骂，我不能回应。我请问你啊，我不能澄清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杨耀福不是你的顾问吗？杨耀福是董事会聘的顾问，我是总经理。王议员，你这么有头脑，连这个 A、B、C 都看不出来吗？你好笑哎！他是董事会的顾问 ，OK？ 台北农产23个董监台北农产公司就是总经理制，董事会顾问任命的总经理，明明就是由你聘任的。议员不要激动，他是董事会顾问，有三个，一个杨耀福，一个邱进福，一个张清良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总蔬菜平均价格，台北45.5，西螺43.3，高雄45.2，请问台北农产跟蔬菜价格高涨有什么关系？请你解释清楚。南北菜虫一起串联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就请中央去抓。八个字，请中央出面去抓，农委会、法务去抓。你进土城看守所前呐、啊，我提醒你，记得把曲棍球吞下去。我刚刚讲的这几样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。那万一我没有进土城看守所，是不是你吞球？讲清楚、啊。吞球，你跳过海啊！搞这种小玩意的。你跳过海啊！你跳过海，你要不要吞？如果我没进去，我不跟你搞这种小玩意的。你们我什么曲棍球，小儿科了，你不用跟我来这一套。柯市长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我赌就赌大的，我不跟你搞这种小玩意。你不用讲了，那个柯市长，你给个态度。这样的流氓你还用他吗？你还要聘他当首席顾问、第一副市长吗？你要他怎样？你要他来对付议会？没有了，目前这个人事就候着，没有在处理。什么什么没在处理？目前这个人事没有在处理。什么哪一个人事没在处理？你该处理的不处理，你该把他解职不解职？你说哪一个不处理？没有什么。你是问我哪一个题目？那个主席，时间暂停，我喝一口水。那我也喝一口好了。那我没有水啊，可以拿一杯给我吗？我也口干舌燥。你也可以喝口水了，谢谢。流氓也可以喝水啊。那我不喝了，因为我不是流氓。我不喝了。好像讲人家流氓不。吞曲棍球的时候，记得多喝点啊。市长，我先问一下，那个北农的韩总经理还在吗？求吞了吗？我要你对你这个流氓行径，你愿不愿意道歉？我只想说，问世间情是何物啊？问世间真理是何物啊？第一，在今天咨询台我变流氓；第二，我变菜虫；第三，我变侮辱国会议员。第四，我侮辱的总统；第五，我控制了全台北市市民的痛苦，压迫剥削台北市民的痛苦，让台北农产生意欣欣向荣。我一大堆罪状，我只是一个蔬菜水果交易平台。所以我想问世间真理是何物？你忘了？我一点都没忘。市场成立北农就是要维持市场机制，就是要提供一个合理合法，能够保护市民消费者跟产地农民，能够缩短中间产销剥削。王议员，你充满了理想。结果，我知道你充满了理想，你充满了正义，你不务正业啊！不是，你充满了正义，你在充满买卖有机蔬果就是不对，就是不务正业。王议员，你给我一分钟可以吗？你这么有理想的人，你讲的那么久，我才剩六分钟，你20秒讲嘛。我不是流氓，我再说一遍，再讲就很无聊了，好不好？我有四个对得起。第一个，我对得起股东，41年来，股东分红最高在我的手上。其实这件事情不应该搞成这样，真的。不应该搞成这样，那是你咎由自取啊，罪魁祸首就是你嘛。好，时间暂停。那个韩总经理，你请回。谢谢。